尊敬的诸位仁者，大家好，请坐。我们继续来讲解《君子修身之道》，由《弟子规》入《论语》。那么刚才我们讲到《论语》啊，这个名题以及他所依据的原理是以道为本体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讲五重玄义啊，第三个方面啊，叫做明宗，就是明了学习这部《论语》的修学方法。那么这个方法，我们概括起来四个字。以博学约礼为重，这个是出自于《论语》第六篇《雍也》第六第27章讲到，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判以服。”那么这种话在《论语》当中啊出现过两次，同一章一模一样的字出现过两次，第二次是在《颜渊》第12篇。那么这个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”，正是教我们如何成就君子之道，就我们怎么修学的。那么讲博学，简单的来说，要多念书啊，多从圣贤的经典当中来得到学问，因为真正的学问，古人只能够是记载下来，形成文字，这叫经典。那么我们不能够亲身跟随圣贤人学习，也可以从经典当中来学习。那么这个博学不是说你学得很杂、很多、很乱，那个只能叫杂学乱学，不是博学。这个博，我们要知道，学问要有次第，要一门一门的学，不能够学的很多不按照次第，这个只能够增长一些皮毛常识，但是未必能够真正得到修身的效用。所以君子他的博学是学完一门再一门，一门一门的学，这叫博学，越学越博越学越广。那最初的学先得从弟子规开始，弟子规没学好，一下跳到《论语》当中，那可能呢掌握不了纲领，学上呢就会有困难所以这个学文呢得要由浅入深，由基础到高级，慢慢的学。正如《弟子规》上讲的，要宽为限，谨用功。此谓中，彼悟起。要慢慢的学。不能够同时学习很多门。像我自己跟随恩师学习圣贤经典，包括我在这里讲圣贤经典，都是什么样？讲完一步再一步，
学完一步再一步，如果同时开很多步，讲的人也很辛苦，而且讲不出真正的味道，听的人也听得一头雾水，啊，脑筋里像听了像浆糊一样乱七八糟。那这不是学习的方法，所以学一定要懂得一门深入。那学完一门毕业了，才能学第二门。这一门要学透，学透是什么呢？真正做到，就要透。哎，好比说《弟子规》，你真正做到了，那就是学毕业了，学圆满了。你没做到，先不要急着学新的科目。那《弟子规》学完了，再去学《论语》。那你看《三字经》里面就教我们这个方法，叫“小学中至四书”。啊，四书包括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。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是小学啊，小孩要学的呀。古人的小学7岁以前，啊，7岁以后开始学，在小学学到13岁，这段时期是小学。啊，13岁以后呢，那才进入太学，太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学。啊，把小学科目完成了，做人的道理基本都懂了，啊，会做人了，然后再教你做圣人。小学中至四书，四书教你大学之道。大学就是大人圣人之学，啊，那么《论语》是摆在大学里面的科目，真正做到了《论语》了，那你就跟孔子一样了，也能够堪称至圣先师，万世师表。啊，当然学文当中文有很多，儒家有13经，乃至整部《四库全书》都是儒家。啊，那当然还包括道家、佛家，通通都是圣贤的教育，这都要学啊。啊，学是为了什么呢？印证自己的境界，自己做到了多少？哎，对照对照经典，我们就能明了自己跟圣人距离还有多远啊！所以叫以经印心呢。那除了读经以外，还有读史，历史是前人的经验啊，是社会更替演变的因果啊。我们懂得这个历史啊，明白了因果的真相啊，真正如尚书所说，做善降至百祥，做不善降至百殃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是因果报应啊的经验总结。啊，所以经讲的是智慧，历史是经验，这都要学。啊，君子博学于文。约之于礼呢？这个礼就是规矩。啊，在儒家讲究的六艺当中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第一个就是礼。
孔子讲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也。”如果不学好礼，不通人情世故，不懂得进退应对，啊，这我们讲做人就很失败了。啊，所以呀，规矩要去学。学好了规矩，最重要的是规范自己呀。约是约束，约知这个知是代表谁呢？不是别人呐，是自己呀。很多人学了礼，学了戒，就用这些规矩戒条去要求别人啊。好像拿着这些礼啊戒啊当作照妖镜一样，到处去照，看看谁犯了。这样的学法完全错误，方向错了。这个约是约束自己的，不是约束别人的。啊，自己在博学当中不断的用礼来规范自己的身心。啊，所谓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这两句，博学一文，约之于礼，一个是解门，一个是行门。博学一文是求解，解的越深越广越好。约之以礼是行门，行呢是要规范自己的行为，改正自己的毛病习气。啊，所以这是天天要做反省检点的功夫。曾子所说的五日三省吾身，天天检点呢，这是约之以礼呀。啊，这样才能可以服判一服。这个判，就是偏离中道的意思。啊，服判呢，就是合乎中道，不偏离中道。所以君子的学问，要戒行并重，才不偏离中道。正如《弟子规》上讲的，力行和学文要合一，知行合一。啊，如果不力行但学文，就长浮华成何人？如果是啊，但力行不学文，就是任己见昧理真，两者都是偏颇了，都不符合中道。啊，要学文跟力行并重。学文帮助力行，是指导力行。力行呢，又啊帮助学文提升。你能做到一分，对古圣先贤的教诲更加明了一分。明了一分，你又更能再做到一分。解和行不断的相辅相成，共同提升。否则那就是偏颇啊。很多人只求博学，不能力行，不能约束自己啊，还是很多毛病习气不能改正，这就变成空谈啊。那他搞的充其量叫儒学，不能叫学儒。他搞学术，他能写文章，啊，能讲的头头是道，但是他得不到孔老夫子在《论语》当中说的
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的受用。他得不到法喜，没有喜悦，还是烦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把他的所学去实习，他没去做。啊，要去做才能够得到受用，才能够不亦说乎。那反之，只做啊，在拼命的修，但是呢，不去学经典，啊，自以为是，叫闭门造车，到最后呢，往往也搞偏了，任己见，昧理真了。啊，自己没有真正开悟之前，不能相信自己意思啊。你要依照经典的教诲，依教奉行才可以，不能自己想一套。啊，叫盲修瞎练了。所以这个叫修学的方法，博学于理，就是戒心并重的意思。下面五重玄义第四个部分论用，就是学了这个经典呢、啊，有什么用？哎呀，这个用处可大了。我们概括起来呢，以天下归仁为用。天下归仁，跟自己行仁是一，不是二。天下归仁的境界啊，比和谐世界的境界还要高。和谐世界只是我们大家和睦了啊，那人人都是君子，就天下和谐。啊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嘛，小人同而不和嘛。世界上为什么不和谐呢？因为有很多小人。他要求呢跟自己相同。比如说大国看到小国用的政治制度跟自己不一样，他就强行跟他相同，去打他，征服他，就相同。这叫和，这叫同而不和。啊，所有世界上的冲突、矛盾啊，不管是个人人与人之间的，还是家庭当中的，还是整个国家里面的，政党之间、宗教之间，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所有矛盾冲突，都是因为小人同而不和搞出来的。啊，一定要你跟我相同，你不跟我相同，我就打你。你不按我的意思做，我就打你，就这个念头吗？闹出来的这些矛盾冲突啊，乃至什么呢？人要求大自然的万物都要跟自己相同啊，比如说很多人养的宠物啊，他发现那小狗嘛，可能冬天在外面它会很冷，于是给它穿上衣服，给他吃很多这些人认为很有营养的东西，结果吃了他最后呢，他抵抗力就没有了啊，所以常常有病，有病是怎么样呢？人得上医院呢，所以宠物也有宠物医院啊，就搞得跟人一样，其实那个动物啊不需要你这么操心啊，你就把它放归自然，让它活得更自然一点，它就很健康。你偏偏让它跟你过着相同的生活，那它就不健康。就小人同而不和嘛。你看，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会闹矛盾的，人与大自然万物，你只要规定要跟你相同，那就会闹矛盾，就出现不和谐。啊，乃至这个是地球环境啊，本来是非常的和谐
非常的清净啊。那我们偏偏要去改造大自然，哎，改造到最后呢，山川都变化了。啊，最后搞了什么呢？地球被污染了，地球不和谐了。所以，只要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做君子，要求和就行了，不要要求同，这世界就和谐。你能做到君子不难，《论语》就教你怎么做君子。但是这只是中间的层次，不是最高层次。最高层次叫天下归人，人的境界比君子高啊！啊，那孔老夫子就讲过啊，有君子而为人的啊，没有到达人的境界的；未有小人而得到人的境界的啊。所以，君子未必达到人。但是呢，小人一定是不仁。那我们在君子的基础上再往上提升，做人呐、啊，仁人呐、啊，仁人就是圣贤了。天下归仁，就是天下所有人全部做圣贤了。这个境界，高于和谐世界太多了，《论语》也能办得到。怎么办到呢？有妙法。哎，在《颜渊》第十二篇第一章，颜渊问仁。颜渊就是颜回，孔老夫子最得意的弟子。啊，这位真正是入室弟子了。啊，子路、子贡。只能叫登堂也，未入室也。颜回是入室。他问仁，什么是仁的境界？孔老夫子跟他回答说：“子曰，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？”颜回不是一般人物，他问的人，孔老夫子回答的跟其他的不一样。你看，在《论语》当中，很多人问人，啊，司马牛有问过人，范迟有问过人，啊，这个其他人，子贡也问过为人，都问过。来，孔老夫子回答的都不一样。这什么呢？应激说法啊，不同根性的人，你也不同的教导，不能够千篇一律啊。这所谓因机施教，那颜回这个根基比其他人都要高，所以孔老夫子跟他讲到的，那是最高的心法。他告诉颜回，克己复礼为人。先不说什么是人的境界，告诉你为人怎么做。为人是在修啊，在做呀，怎么个下手啊？克己复礼，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，恢复礼。为什么叫复礼呢？不叫修礼，不叫行礼，叫复礼。这个复字是恢复啊。孔子懂啊，我们本性当中本来就符合礼的。礼叫自性本有的性德。刚才我们讲到《论语》以道为体，道就是我们的自性，我们的本心，是宇宙的本体。只要我们能够
率性而行，依循着本性，那叫理。所以理不是圣人呐、搞出一套规范啊规矩来约束我们的啊。你说约制于理，哎呀，那要约束自己呀、很难过呀。不是，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理是你本来的生活方式。可是现在我们这凡人呢，迷失了本性，明德不明了，性德不起作用了，所以呢，处处都违反了理。啊，我们都是啊，依照我们的毛病习气来生活，所以生活在烦恼当中。生活在痛苦当中。现在我们呢，明白了，觉悟了，要克己复礼，把那个不符合自己性德的毛病习气克服掉，斩除掉，回归到理上，回归到性德上。那你自己克己复礼，就是叫为人了。那我如何使天下归人呢？康老夫子讲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人。一日这两个字用的妙，妙在哪呢？他没有说一年，没有说十年，一辈子，甚至是一千年，他说一日。啊，那一日是哪一日啊？当然是今日嘛。说昨天没啥意义，说明天还没来也没意义，就说今天。今天你克己复礼，天下就归人啦。哎呀，这个我们没办法接受。我克己复礼，我做好了，充其量是我归人了。那天下人怎么可能归人呢？这个道理深了，还得讲到宇宙本体上来。宇宙怎么来的？这一切众生怎么来的？完全是你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。除了你心性以外，没有万物。就像普朗克博士讲的，他几十年研究量子的结果，发现这世上本没有物质，没有物质存在。物质怎么来的？意识的震动产生的，就是你念头动啊，念头一动就有万物出现。关键是你那个念头是什么念头？如果你那个念头是善的，这个天下就变善了；你这个念头是恶的，这个天下就变得恶了。啊，灾难冲突都来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世界这么多灾难，这么多的天灾人祸？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心不善，这招感的。所谓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报应如影随形，它跟着你的念头。那你现在能够克己复礼，你这个念头回归到本性，天下就归人了。因为什么呢？除了你自己的念头以外，没有天下了。天下是你的念头变现的呀。
所以当下你这一念归人了，天下跟着归人了。所以为什么颜回叫入室弟子啊？他真正明白了孔子的心法了。这是圣贤的最高心法。孔老夫子为颜回和盘托出，我们能不能明了？我们能不能承担？你要能够承担，你现在就一定克己复礼。你心怀天下，通过自己克己复礼，令天下归人。古人云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我们现在看到天下这么多的灾难，上个月日本大地震、大海啸，现在还正在发生的核泄漏，这些灾难能不能化解呢？完全是能够。问题是你肯不肯？你要肯，天下立刻能归人；你要不肯，你也不相信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所以孔老夫子生怕我们听不懂啊，底下再补充一句：“为人有己，而有人乎哉？”克己复礼，为人都是自己分内之事，跟别人没有关系啊。换句话说，令天下归人的事情，也是自己分内的事情，跟别人也没有关系。你要化解灾难，都是由己不由人。这叫承担啊！你敢这么承担，你就有成圣贤的可能。你要不敢承担，你不敢相信，那你就对不起，你这一生不可能成圣成贤。啊，所以君子博学于文，学到最后，你要把这个道理要明白。真正明白了，约之以礼，还用人去鞭策吗？他自己就真干了。所以你看颜回啊，听懂了这个道理，他真听懂了，所以他真干了。底下他问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。”这个目是修学的纲目。哎，我现在听懂了，该怎么做呢？怎么入手呢？我想让天下归人呢，我从哪做起呢？还问孔子啊，这真听懂了，开始真干了。孔子也就把怎么真干这种方法和盘托出。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这就是真干。礼是性德，我们所言、所行、所想，都要符合性德，这叫修行。把自己非礼的言行、不符合性德的言行剔除掉，这是颜子的四悟啊。
孔子教他真修实干的法门。那么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是眼耳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眼所见的一切色一些现象，耳所听的一些音声，要减去非礼。这里不是让你不视不听，只是教你在视听当中减去非礼，把非礼的除掉。如果不叫你视听啊，那岂不是你成了盲子聋子了吗？做了盲人聋人呢，可能还是干非礼的事情。这不是孔子的意思。孔子只是叫你眼看到外面境界，如果是非礼，我们立刻不看。看了之后立刻放下，不能够入心，这叫非礼勿视。听也是，比如说听到人家讲是非，你一听人家讲是非立刻不听，这叫非礼勿听啊，不放在心上。非礼勿言，我们不说，我们所言的都是符合理的。非礼勿动呢，这个动啊，不光是身体的造作，更包括念头的动。不符合理的、不善的念头，动都不能动。起心动念都与理相应，与善相应，这就是性德，符合性德。颜回听了孔老夫子这段教诲真明白了，底下不用再问第二句了，他就说了：“颜渊曰，回虽不敏请示思于矣。”回是颜渊自己的名，他自称，对老师很谦虚，自称名。他说：“我自己虽然不聪明，很愚钝，就是他谦虚。但是他听明白了，请示思语，就是把孔子这个话语依教奉行，真干。所以颜回之所以能够成圣人，就是在这四个字，请示思语。孔子的话他听懂了，听懂了就老实听话真干，这才能成圣人呢。听懂了你不肯真干也没用那换句话说，你还没真懂，真懂的人哪能不干呢？真干，你就能够克己复礼为人，你自己归人了，你自己归人了，你的天下也归人了，你的天下消灾免难了。这是你学习圣道的对这个世界的伟大的贡献。你能够真学，自然能感化周围的人。
你学得越深入，你做得越到位，那你感化的力量就越大。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天下归人，无非都是自己认真落实圣贤教诲所产生的感化的力量。所以真正仁人志士，看到天下有不仁，有灾难，他怎么做呢？努力修自己啊，绝对按照颜回所修的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认真一丝不苟的力行，从而感化这世界上的人，让他们回头，让他们改邪归正，断恶修善，令天下归仁。这是学习《论语》的大作用啊！啊，所以古人讲啊，半部《论语》能治天下呀。这是宋朝的初年的宰相赵普说的。啊，大家认为他只是学《论语》，好像学的太少了。他怎么说呢？啊，宋太宗赵匡胤问他，他就说：“臣平生所知，成不出此啊。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，令啊，今欲以其半辅陛下治太平。”这是真正啊，对《论语》啊读懂的人啊，赵普说的，我平生所知道的道理，不出《论语》。昔日他用《论语》一半辅佐赵太子，这个赵匡胤呢，啊，宋太祖啊，平定天下。现在再用另外一半辅助陛下，就是宋太宗赵匡胤啊，治太平啊。这个话一点没过分。说老实话，你把刚才我们这个颜渊问仁这一章的《论语》真读懂了，你就能够啊令天下归仁了。颜渊就是这样的人呢，孔子也是这样的人呢。所以论语，学习论语的作用那是不可思议的啊！关键是我们要正感。好，第五个叛教，就是讲《论语》这部经典，在圣贤的这个教学课程当中，它属于什么地位？啊，要判在哪里？啊，是小学呢，还是中学呢，还是大学呢？啊，那我们刚才讲到了，《弟子规》是属于小学，做人的最根本的。弟子规要是没做到，那就没有资格成为中国人了。啊，弟子规做到了，要提升，要做君子。啊，君子是圣贤的基础。啊，那么在大学，古人讲的大学，基础的科目是四书，我们要读懂，这是圣贤的根本，
所以我们把《论语》判教判成圣贤根本。你成圣成贤，不能离开这个根本。那根本的根本就是《弟子规》。弟子规没做到，论语不可能做到。那所以我们讲习论语啊，处处联系弟子规。啊，这次我们论语干脆以弟子规七科为纲目，目的就在此，让大家重视根本的修行。那么，南宋朱熹朱夫子，他编这四书，四书是中国人要必读的，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。那四书怎么个编定呢？朱熹是这么说的，他编四书啊，他有个次第，教我们怎么读。他说：“先读《大学》，以定其规模；次读《论语》，以定其根本；次读《孟子》，以观其发越；次读《中庸》，以求古人之微妙处。”他是这么讲的，那很有道理。四书我们先学大学，大学是定个规模，定个框架，你怎么成圣成贤呢？这个框架在这儿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修身是怎么修法呢？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就是讲修身。那么这个八目到圆满，就是明明德、清明、止于至善。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，明明德是把我们本性中本有的德和智、智慧、德能显明出来。不仅自己显明明德，也要帮助天下人显明明德，彼此都能止于至善了。止于至善是啊，一切众生跟自己回归本性了，天下归人了。不仅天下归人了，宇宙归人了。这个规模在大学里面给我们构架出来了，然后读论语，论语定其根本，就圣贤的根本在这里。所以读完论语之后你就自自然然带上了圣贤的气息。那你要真读，读懂了，你要去真做才可以。那么再接下来呢，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。论语是孔子的言行为主。我们看孔子是怎么做的。那孟子呢又是学孔子。虽然孟子跟孔子没见过面，但是孟子私塾孔子，他以孔子为老师，向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学习，读孔子公的书，结果呢，他做得很像。孔子怎么做，他也怎么做。
做得很成功，啊，真正把孔老夫子的心法能够传承下来，而且呢，在战国时期他能够发挥出来。孔子在春秋时期也是乱世了，啊，那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就更乱了。啊，那怎么样啊？去在这个乱世当中成就圣贤之道，孔子给我们发挥的淋漓尽啊，孔子、孟子啊，都给我们发挥的淋漓尽致啊，尤其是孟子我们看他是怎么发挥的。所以。古人将孟子称为亚圣，仅次于孔子。啊，孔子的亲传弟子当中都没有人称亚圣啊，都没有孟子这么有名气呀。我们一提儒家就讲孔孟，啊，顶多是讲孔颜、颜回。啊，颜回比孔孟就讲的少了，那很少听到孔子跟子贡啊、子路啊、曾子啊连在一起讲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都没有孟子的成就。所以我们学儒家要学，哎，除了读《论语》，还得读孟子。啊，那么最后呢，读《中庸》。求古人之微妙处，这个微妙处啊，是讲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中庸的境界。中庸是什么境界？圣人的境界，讲的是道，讲的宇宙的本体，这个宇宙。本体的体相用啊，老子都说"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"这个境界确实是很难说，真的叫微妙难思，不仅说不出来，想都想不到。但孔子证得了。正德这个境界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他不会起心动念了，更没有分别执着了，所行所动完全与道相应，啊，道法自然，自然的状态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你刚有一个念头，已经啊违反自然了，你在造作了。所以呀，中庸的境界是放下起心动念了，心里空了。孔老夫子就讲过呀，啊，他说他自己空空如也。有比夫问于我呀，我叩其两端而结言，什么意思呢？自己心里呀，空空荡荡，一念不生。真正是清净无为的境界，叫空空如也。啊，空是讲真空。如是讲妙有，这个如是不是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不是，它能生万法，这是讲自性的作用。本体是空，空寂的，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没办法达到的，
这个叫空，不可思不可议的，这个叫空。但同时呢，它又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，能现一切万物，一切现象都是从它而生的，叫如。啊，所以别人有彼夫问你我，就是有一个没有证得自信的人叫彼夫问孔子，孔子呢叩其两端而谏焉。啊，两端讲左右、内外、高低、善恶、是非、利害，这都是两端。哎，从两端来跟他说明白，让他归到中。所以一切的语言文字全都是讲两端的，从两端要体会中道，这叫求古人之微妙处啊。而这个要诀没有别的，放下分别执着，放下自私自利，进而放下起心动念，古人之微妙处你就得到了。在《论语》当中也有这样的讲法，啊，也有这种体现，啊，我们都会学到。啊，那么这是把五重玄义啊，简单的给大家概括性的介绍。啊，那么总结一下，释名解释这个名体，变体，《论语》以道为体，明宗。他的修学方法，博学约理，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理。学习他的作用，自己克己复礼为人，令天下归仁。啊，《论语》在圣贤教学里面的地位，判教来讲呢，它属于圣贤的根本修学科目。啊，那么程子讲。今人不会读书啊，如读《论语》，未读时是此等人，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读。所以我们读《论语》最重要的，要变化气质，要改善人格，要做君子。啊，你读《论语》要变样子啊。啊，不能还做那样原来那等人，这就等于没读了。啊，那么读《论语》呢？程子又说，要学者须将《论语》中诸弟子问处，变作自己问；圣人答处，变作今日耳闻，自然有得。啊，所以读《论语》，弟子的问话好像自己问的一样。孔子的答复好像对我的答复，我直下承当，这才有受用。好，今天呢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个第一讲啊，这两集就讲解到此地，主要是把《论语》的概要啊跟大家说明了。从明天开始呢，我们正式进入正文的学习。啊，今天讲的不妥之处。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。